你最近有没有见到他？没有，不过他应该是回来了。你好，我借书。你走开。我为什么走开？我还要借书啊。你别弄了，我来拿吧。你真的，你别弄了。哎，好了，他们今天要给宋明当伴郎。所有人都穿成这样，傻不傻呀？他们当伴郎是个什么样子啊？我也挺好奇的。要去你去啊，我可不一定。程程，我的生活已经够乱的了，我真的不想再跟你有任何一点点的关系。麻烦你离我远一点。这世界很酷。